依我看，东山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，赵家军没那么容易攻克。是啊，大帅。两年前，咱们跟赵家在北灵山打过一场。北灵山与东山地势相仿，想必这次咱们也不会输。爹，你得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收拾一个臭小子。不是我不拦着，实在是没拦住，宝仪他就跑过来了。你们俩能不能别闹腾了？ 有什么事自己解决，别来烦我。不管就不管，我自己解决，以后我什么事情都不要你们管。啊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聊。喂，稍等，大帅。喂。 快把药喝了吧！怎么淋这么湿啊？师傅，刚才那雨也太急了，还好我机灵，提前把药材都收了。这才叫做天有不测风云呐！ 只有老天爷才知道哪块云在下雨。天色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哎，宋师傅说的对，只有老天爷知道哪块云在有雨。像我这样的庸人。 只有被老天爷戏弄的份儿。表哥，这雨过了都会天晴的，明儿就会是个大晴天。你赶紧把药喝了，早点睡吧。本来身子就没好利索，这淋了雨着了凉，更该早点休息了。雨蓉。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别这么见外。嗯，表哥，工作嘛，不着急，你明儿就在家休息休息。太苦太累太远的，咱们一概不去。其实我已经找到工作了。真的？在银行里做腾超员，经理跟我说。 明天就可以上班。太好了，这是哪家银行这么有眼光？远不远？东八路的华山银行。东八路，不算远，但也不算太近。那工作多不多？累不累？还好，做腾超员那有多累呀？我在房间里面，风吹不着，雨打不着的。
肯定没问题。可我还是担心你这身体，如果实在身体吃不消，咱们就不干了，换个轻快的活。我刚才一进来看见你心事重重的，还以为工作找的不顺利呢，这我就放心了。玉荣，往后的日子，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。快把药喝了吧。 不是孤独，你早晚都是我的，我一定会让你离不开我。快点！快点！哎，你这人干坏了，忒慢了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再不出发，人家工厂可不让让。是是是，掌柜的。 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快点啊？这么倒饬啊，我什么时候能装满？好。接着。哎呀，我说你是真不行啊，还非在这逞能。你要耽误我交货，老板不给钱，我也不给你钱。 嫌弃你啊，兄弟，你真不是吃这碗饭的料啊！你，我适应两天就行了，没问题的，谢谢。来，老板，明天我但凡能招到别人，我绝对不用他，太耽误事儿了。哎呀，瞅这小子，倒是没啥力气，这性子嘛，倒不软，总比那偷奸耍滑了强吧。 表哥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第一天上班累不累？就是因为第一天上班，所以下班之后我请了同事们喝茶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枣花糕。啊，你也吃。两块都是你的。这是你的劳动所得，你应该尝尝。 好东西要一起分享才有意义，嗯，好吃。
你是不是提前预支了薪水？怎么第一天上班就给了工钱？就你机灵，就是因为预支了薪水，所以下班之后我才请了同事们喝茶。啊，嗯，师傅接了我百合，我跟周一起熬了，我给你热热去。好。晚上不要等我吃饭了，今天的事情多得很。表哥，你也别太累了，我看你最近气色都变差了。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，放心吧。嗯。轻点儿，哎，不好了啊！哎，走来，嘿，嘿，慢点啊！接着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打把手，哎，够了，够了，这还有一袋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还有呢。哎，哎，喝水了，喝水了啊！喝水了。行了，走了吧，喝点水。你呀，算是出师了，这才有个男人样吧。真没想到啊，你还帮我小赚了一笔。那他们说你坚持不了三天，今儿四天了，我赢了。都四天了，你小子是一棍子打出一个屁的闷葫芦吗？啊！行了，抓紧时间干，再有两趟就干完了。我给你结今天的工钱，啊！接着啊，加把劲儿啊！还有一袋，抓紧干活。谢了啊！哎，哎，你的工钱，嗯，谢谢。你呢？天还早，不打算请我喝两杯啊？抠门抠到姥姥家去了。行了，我呀，我请你喝两杯解解乏，怎么样？走。就在那儿。这就是你找的体面的工作吗？来来来，这边还有呢。好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以为你不需要我的帮助，是找到了什么来钱的营生。你在这里扛大包算什么事儿啊？你看看你现在，一身臭汗，浑身发酸，跟那些臭叫花子有什么区别？对着，来，让让让！是不是以为这样作践自己，金玉荣就会同情你，然后以身相许？做梦去吧！你可不要搞错了，你们家比金家好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把你当回事。你现在指望金玉荣真的喜欢你吗？只有我才真的关心你。我和金玉荣的事情不用你管，再说她也不是你说的那种女孩。吴宝仪，
你有没有自己的事情？你这样追着我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可不可以自重一点？我是提醒你睁开眼睛看清楚现实。瞎子都能看得出来，金玉荣他爱的是赵正南，他对你只有同情。你再这么作践自己，他连同情都不会给你，只会鄙视你。不是，来人呐！不是，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是我的责任。不是，没事吧？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他身体机能没有什么问题，恐怕这是深井性的头疼，这不是我的专业。什么叫没有办法？你不是全北京最好的大夫吗？抱歉，我是大夫，我只能治病，但是他的身体根本没有病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胡说，没有病他能疼成这样？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哎，你不许走，治不好他你哪里也不许去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种东西可以缓解他的头疼。什么药啊？鸦片。鸦片？你是什么鬼大夫啊？他还这么年轻，他碰了鸦片，下半辈子不就毁了吗？这是我的个人建议，才不采用是您的事。再见。这个是你这个月的工钱，哎，省着花。嗯，谢谢师傅。玉荣啊，嗯，你来一下。师傅。嗯。这个是这个月的工钱，你先收好。师傅，我上个月已经跟您预支过这个月的工钱了。您忘了，那个事儿以后再说。这钱你先拿着。这，哎，师傅让你拿着，你就拿着。哎，谢谢师傅。嗯，这个先还给您，正好我还欠您钱呢。哎，哎，玉荣。嗯。师傅，您不会是想把那个偏煞给收回去吧？啊？哦，那都不会。你呀，尽管在这儿放心的住，只要我在这儿待一天，你就安安稳稳的住一天，啊？只是，有这么档子事儿。嗯。有一家铺子想找个大夫，想让我去，可是呢。我去又不方便，我想啊，这么个事儿，那没事儿，我可以去啊。哎，你是一个女孩子家，哎，算了。哎，师傅，您没空，我可以替您去的。莫不是您怕我医术不精？哦，那倒不是，只是这家的病人。也不是什么疑难杂症，但是……哦，晓得了，这病人一定很特殊吧？嗯，是很特殊。
你醒了。是谁呀？是我，我是宝仪啊。没关系的，你跟我在一起很安全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当然是我带你来的了。既然你都已经醒了，那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等你等的我都饿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鸦片。头不疼了吧？是大夫说的，鸦片烟可以缓解你的头疼。吴宝仪，你给我吸鸦片！你给我吸鸦片！吴宝仪，你就是个魔鬼！你怎么能给我吸鸦片？你怎么能给我吸鸦片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要不是为了治你的头疼，我才不愿意理你。你现在说我是魔鬼了，刚才你头疼难忍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的。刚才你抱着我，说你这辈子都没有这样舒坦过。这是你的阴谋，吴宝仪，我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的。不是，你去哪儿？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表哥，哎，你今天回来的比平时都晚，不会又请客了吧？今天银行里又有人辞职了，工作多得忙不过来，我想多做一些。表哥，你辛苦了。哦。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宋师傅又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，咱们下个月就能宽裕很多了。所以以后你在银行就做分内的就好，别太累了。嗯。啊，我还给你热了粥，我给你盛一碗。哎。啊，我今天可能确实有点累了，精神有点不济，一会儿我就早点休息了。嗯。表哥，你太累了，那你赶紧休息吧。等晚上要是饿了，我再给你热粥。好。玉荣，外面来了个病人，师傅让你过来看看。哎，这就来。表哥，我先过去了。娇娇，啊，姑父早。我是昨天晚上才接到郑南今天回来的报告，你这一大早就来等他，消息比我灵通啊。让姑父见笑了。那我这不是快一个多月没见到郑南哥哥了吗？想着他得胜归来，给他一个惊喜。嗯，好孩子，难得你有这个心。郑南呐，真是有福气啊。哎，娇娇。昨天晚上没睡好吧？啊，我是不是脸色又变得不好了？老爷，嗯，少爷的车已经到了虎方桥附近了。哦，娇娇啊，虎方桥离府上还有一段距离，不着急。不行，我得第一时间去等他，这样正南哥哥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我了。走了。哎，这个傻孩子。
甭睡了，有人这么早就在等你了。正南哥哥，娇娇。正南哥哥，这些天你想我没有啊？都多大了，还不分场合？那，你到底想没想我呀？我还有正事儿，别闹。走。忙就说忙嘛。经理，第一军军长赵正南携部下来见。坐下吧。东山易守难攻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此一役是我赵家军和吴家军的硬仗，诸位作战英勇，一举拿下东山，我心生慰啊！多谢大帅。此役多艰险，多亏少帅咬牙坚持，我军才在最后关头打了个翻身仗。攻克东山，每一位参战将士均有功劳，不必拔高个人。大帅有所不知，吴家军火力非常凶猛，在我好几个师被调虎离山之际，只有少帅一支队伍拖住吴家军主力，我们才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出东山。方志兄过奖了，领兵打仗我不过是个小学生，此役也是因缘机会罢了，侥幸胜出，全靠各位兄弟鼎力相助。东山之重要在于其矿产丰富，据粗略统计，可供我军开采的铁矿、煤矿就不下五处之多。我建议，在停战之时，我们应该多投入人力、物力开采矿产。一来，可以储备战略物资；二来嘛，兄弟们都辛苦了，大帅一定会好好犒劳大家的。东山之战，吴家虽然败了，但吴老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再战东山不可避免。即日起，命两个师入驻东山，开山采矿，养精蓄锐。赵正南领兵有功，升任赵家军副司令。是。其余在座诸位，官升一级，加饷银五成。所有参战将士，加饷银两成。多谢大帅提拔。表哥，我去出诊了，早饭在锅里，你吃完再去银行。哎，少帅，这个就是那野猪肉吧？哎，大帅，少帅啊，总听您说咱北京没什么野味儿，就特地在东山给您打了头野猪回来。少帅真是有心呐！您得赶快尝尝啊，来块大的。嗯，怎么样？味道不错。你也是啊，哎，这，不过呢，你小子也别想蒙我。你要说那个臭小子是为了哪个小姑娘打头野猪，我信。为他爹，没这可能。大帅，您看您火眼金睛，我哪敢骗您呢？您要是不信的话，真是辜负了少帅这份孝心。哎，你小子的孝心我领了，那个臭小子，就没长那孝心。
爹，这我什么样，不都随您吗？得，大帅、少帅父子连心，那我还搁这儿辩解什么呢？我认输，我认输啊！浅浅，秦大夫，哎呦，浅浅，那你好好休息啊。金大夫，金大夫，我们家芊芊就是得了这病，脾气才变成这样。她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您可千万别怪她。等她冷静了，她这病还得您来瞧。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别的大夫了。医者仁心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怪她的。只是这药万不可耽误了，你一定要再煎了给他敷上。用了这药就好了吧？嗯，也有可能会反复，时而高烧也是正常的。如果情况再不好，你就差人到铺子来叫我。好，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那就不送了啊。不知道这是谁家的货，死沉死沉。废什么话？老板给钱，来，让让让！这三年了，你什么时候见过老板给这么多钱？啊！这啥呀？不就是土磕了吗？接着啊！怎么还有人收这玩意儿？天黑之前必须得运过去，不然人家老板可不给钱。一、二、三，来！回去吧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，又是何苦呢？这些扛大包的活计本来就不应该是你干的。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明明就做不了，还不愿意跟我回去。请你回去好吧，不要妨碍我工作。我妨碍你工作，笑话！你可知我吴宝仪赏了你和你身边这帮人多少天饭了？没有我，就凭你这样的身子骨，谁会一天给你半块现大洋？没有我，你怕不是要在地上舔土吃了？吴宝仪，我不需要你施舍，我欠你的钱我都会还给你的。不是，等会儿，我们凭本事挣的钱凭什么还给你啊？该给的工钱就得给，是不是？就是。好，还给我。你不是骗金玉荣说你在银行上班吗？来。把钱还给我，看他知道你在这肮脏的码头上卖力气，他还瞧不瞧得起你？你监视我，是你逼我的。吴宝仪，我布尔顾德在码头堂堂正正的，我靠卖力气挣钱，没有人会瞧不起我的。玉荣，他会理解我的。
你跟金玉荣当个同床异梦的夫妻就满足了是吗？那你知道他现在每天去妓院给妓女看病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跟着你，原本金枝玉叶的金玉荣，现在每天去妓院给妓女看病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怎么回事？兄弟，哎，怎么又晕了？兄弟，没事。兄弟，不是。感谢曹军长照顾我们做矿产的，说白了那还不是军爷们的一句话，让咱做咱才能挣这份钱，不让咱做那咱还不是眼巴巴的看着别人把这个钱挣了。是是是，曹军长一直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心里很是感激呀。是啊，若是没有曹军长哪有咱们兄弟这份产业。兄弟俩敬曹军长一杯。好，来。来，曹军长给你买上。也别先谢我，东山采矿这事儿还得要少帅点头才行。一直听闻少帅雷厉风行，外号叫什么赵阎王，恐怕一会儿我等不太敢张嘴说话呀。少帅嘛，不瞒你们，我对少帅也有些忌惮呐。这不过少帅行事一向公正，咱们今天谈矿上的事儿，他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来来来，我们敬曹军长一杯。哎，敬曹军长。已经用了最好的药物，嗯，应该体温不会再升高了。对了，那个外敷伤口的方子千万千万要熬够时间，熬不够时间药效出不来，也就白费了功夫。我记着了。金大夫真的是太感谢您了。其实芊芊姐姐她已经好了很多了，就是甄姐姐她放心不下，这才又折腾您跑了一趟。甄姐姐跟我说了，今天呀一定要当面付您的医药费，不过她晚上事情有点多，可能麻烦您要到楼下稍微等她一会儿。没事，那咱们先下去吧。这边。少帅，这曹勇别看平日像个莽夫，这会儿倒挺会挑地儿啊。你看这地方古香古色的，一点也不像声色之地啊。谈正经事来这样的地方，也就曹勇想得出来。那您说，谈正经事儿要去哪儿啊？曹勇今天跟我打了包票，说要给您一个惊喜。就他那品味，不给我个惊吓就不错了。哎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？哦，听甄姐姐说呀，今天要招待一位贵客，这位贵客他不喜喧闹，所以呀，我们就不招待其他客人了。是吗？对呀，听说还因此得罪了不少熟客呢，所以我们都特别好奇。姑娘们猜测呀，说这个客人是大帅。那看来这位贵客来头不小啊。可不是嘛。金玉荣。是走走
念念。